当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第一次登上武圣山，眺望不远处的上甘岭阵地时，弹丸之地这四个字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对手，都没有料到此后不久发生的上甘岭战斗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打越大，最终发展成战役规模。43个血雨腥风的昼夜，将成为秦基伟此生中最自豪也最难忘的一段回忆。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尽管从1951年7月开始，朝鲜停战谈判在朝鲜古都开城正式开始，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方面接受其无理要求，于1951年8月18日至9月18日，对朝鲜人民军防守的西起北汉江，东至东海岸正面80公里的地段发动夏季攻势。9月29日至10月22日，联合国军又先后向志愿军防守的临津江东西地区和北汉江东西地区正面各40公里的地段发动秋季攻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依托野战阵地，实行带有坚守性质的防御作战，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秋季攻势，歼敌15.7万余人。从1951年8月中旬起，联合国军在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其中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80%的兵力，发动了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切断中朝军队运输补给线为目的的绞杀战。为粉碎绞杀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朝鲜人民大力支援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截止到1952年6月，志愿军铁道兵团与朝鲜人民军铁道部队共完成抢修、新建及复旧工程，计线路20000余处次，延长878公里，桥梁2086座次，延长79.7公里，隧道51座次，可运行的铁路增加到1200多公里。志愿军高炮部队共击落美机260余架，击伤1070余架；志愿军空军击落美机123架，击伤43架。历时10个月的美国空军绞杀战，终于以失败宣告结束。反绞杀战的胜利，不仅打破了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而且在斗争中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补给运输问题，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为配合停战谈判，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正面战线上有选择地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发动77次进攻，共歼敌2.7万余人。在此次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10月12日，在实施进攻金化以西391高地前的潜伏任务时，敌军发射的燃烧弹点燃了正在潜伏的第十五军第29师第87团九连战士邱少云。邱少云忍着剧痛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从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邱少云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授予1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1级国旗勋章。
1952年10月5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正在给他的上司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写信，想要尽快通过一项进攻计划。詹姆斯·奥尔沃德·范弗里特毕业于西点军校，是一位唯火力制胜论者。在战场上，他极力主张以猛烈火力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从1952年2月开始，范弗里特就连续制定了一系列进攻计划，但都被他的上司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否决了。1952年4月，李奇微接任北约盟军总司令职务，马克·克拉克成为范弗里特的新上司，这让后者重新燃起了希望。在给克拉克的信中，范弗里特建议，为了扭转局势，我们必须首先采取小规模的进攻行动，使敌人陷于被动的防守地位。目前我们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防守行动，致使我们遭到了1951年10月和11月以来所有战斗中最惨重的伤亡。这一为了政治需要扭转联合国军被动局面的行动计划被命名为摊牌行动。范弗里特的进攻目标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武胜山以南的前沿阵地上甘岭。上甘岭地区四周各有一处小山岭，一侧前为597.9高地，后为454.4高地，另一侧前为537.7高地北山，后为448高地。四个阵地互为犄角，是上甘岭的天然屏障。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总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由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各一个连防守。上甘岭有失，武胜山就直接受到威胁。武胜山若失，联合国军居高临下，志愿军在平康平原很难立足，因此志愿军必须守住上甘岭。上甘岭成为两军必争之地。 Men, we've suffered far too many casualties. 按照范弗里特的计划，只要动用美步兵第七师和南朝鲜军第二师各一个营的兵力，用5天时间，200人伤亡的代价，就可以拿下上甘岭以南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That means maximum firepower. 10月8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了摊牌作战的计划。同一天，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宣布，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1952年4月9日，即将回国治病的彭德怀指着地图对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门户，失掉武胜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此时美国新一届总统选举拉开帷幕，华盛顿当局认为战场上的成功势必为正在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To the gallant people of Korea. 1952年10月14日凌晨，美军以320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对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防守的两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联合国军进攻来势很凶。第一天就向志愿军的两个阵地及其周围发射了30余万发炮弹，投掷500余枚炸弹，高地上的野战工事被全部摧毁，阵地变成了一片焦土。这是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由于电话线路发生故障，奉命驻守537.7高地北山的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一营无法联系上团部。营长郝来会心急如焚。喂，喂，报告营长，炮火太猛，电话线被炸断了，团长已经派人去接线了。派谁去了？牛宝才副班长。听说派牛宝才去修电话线了，我舒了一口气。因为牛宝才不但是老兵、共产党员，还是通信班最棒的技术尖子。只要牛宝才出马，什么样的通信问题都能解决。这几天来，每次轰炸，电话线就会被炸断几处。但牛宝才凭着过硬的技术和无畏的勇气，在炮火中穿行，始终没有让通信中断。此时，只要接好最后一处，他就能完成任务了。就在郝来会万分焦急的时候，电话恢复了。喂喂，时间到，已经开始反击。一营收到，保证完成任务。通知大家开始反攻。是。胜利完成反击任务后，通信兵前往寻找牛宝才。牛班长，我先到了牛班长负伤的地方，没见人，却看到一滩血。再往前，出现了一个个小土堆和斑斑点点的血迹，一直延长到200-300公尺以外。才找到了已经牺牲了的牛班长。牛班长，牛班长，他到死，右手都伸得直直的。剥去保险胶皮的线头，紧紧缠在食指上，左手把另一个线头按在嘴内。咬住不放，班长，班长！通信兵牛宝才用生命换来了第135团指挥部与前线的电话畅通，保证了这次反击的胜利。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为牛宝才追记特等功，授予2级英雄称号。牛宝才的牺牲仅仅是一场巨大战事的开始。此时，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部设在上甘岭以北20多公里处的道德洞。军长秦基伟还不到40岁，但有着非凡的履历。他1929年参加红军，具有丰富的指挥经验。1952年10月14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敌人突然发动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但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之所以骤然临之而不惊，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数。面对美军发动的进攻，秦基伟安排第十五军
第四十五师配属三个炮兵营和一个高炮营，固守武圣山地区。在上甘岭，志愿军将五九七点九高地编组为十四个阵地，主峰是三号阵地，隔一条山间公路，公路以东就是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由第四十五师第幺三五团的一连、九连和八连的一个排把守。炮击和空袭过后，美步兵第七师和南朝鲜军第二师共七个营兵力向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发起进攻。两个小时后，在七点三十分左右，十一号阵地上打得只剩下一名志愿军战士，由于弹药用尽，他被迫退入坑道。十一号表面阵地成为上甘岭最早失守的阵地。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三营爱连连长乔治的兵龄还不足三年，他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才被征召到美步兵第七师服役的。当被运兵船拉到朝鲜战场的时候，他抱怨说 For my motherland, I am willing to fight, but I don't know why I'm fighting in this hell.乔治的任务是进攻五九七点九高地的九号阵地。尽管支援火力凶猛，但乔治的连队从下午四时一直打到七时，才在美军部队的增援下，以全连伤亡超过三分之一的代价，艰难地登上九号阵地。此时驻守在九号阵地的是志愿军第四十五师第幺三五团八连，战至中午一时，已经连续打退了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的十一次冲锋，除了主峰周围几个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均被迫弃守。仅仅半天时间，第幺三五团已经折损兵力近一个加强连，剩下的人员也几乎全部带伤。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来不及散去的硝烟完全遮蔽了太阳，使得很多幸存者都认为那个晴朗的日子是个阴天。七时，志愿军第幺三五团三个连另两个排在炮兵的支援下分四路展开反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在转入坑道部队的有力配合下，全部恢复原先被美军占领的阵地。在这次反击中，第幺三五团七连二排排长孙占元带领突击排反击五九七点九高地二号阵地，歼敌八十余人，在两条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当美军冲到他身边时，他勇敢地拉响了手榴弹，与冲上阵地的敌人同归于尽。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摊牌作战一开始就挨了中国军队当头一棒，
美军第一天伤亡已达2000多人，但范弗里特不甘心进攻受挫，先后投入2个团又4个营的兵力，在炮兵、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轮番进攻。2个高地的表面阵地多次被联合国军占领，志愿军第15军又多次组织反击夺回。对于擅长夜战的志愿军来说，凌晨是夺回阵地的好时机。在597.9高地0号阵地，担任反击任务的是第135团6连，2营代理参谋长张广生和6连连长万福来带领3个小组实施连续攻击。6连先后派了9名战士，分3个组进行爆破，都没有成功。此时距离天亮还有1个小时，6连连长万福来心急如焚，眼看身边的战士伤亡严重，他决定自己上。连长，把任务交给我吧，我能行。走一个，还有我。就在这时，21岁的通信员黄继光主动站了出来，请求担负爆破任务。黄继光，我任命你为6连6班的班长，带领吴三阳、肖登良执行这次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黄继光指挥2位战友呈3角队形，火速向前爬去。他们灵活巧妙地利用弹坑和射击间隙隐蔽着前进。3个战士交替掩护，很快端掉了几个火力点。吴三阳不幸牺牲，肖登良负了重伤，黄继光的左臂已被打穿。这时他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地爬向美军的最后一个火力点，在接近美军火力点时，黄继光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这个美军火力点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志愿军发起冲锋，突然美军火力点残存的2挺机枪又响了起来，进攻的志愿军指战员被压在山坡上。此时身负重伤的黄继光手里已没有武器了，他匍匐前进。他已经从侧面接近地堡了，那里烟雾稀薄，只见他直起身来，伸开2臂，猛虎般地扑向那个机枪的喷火口。天亮前，黄继光的战友们夺回了597.9高地0号阵地。人们发现，黄继光的身躯仍然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他的手还牢牢地抓着周围的麻袋，胸膛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指战员看到，黄继光的腿已经被打断，身上有7处重伤，他的身后有一道长长的血印。可以想见，在最后时刻，黄继光是以何等坚强的毅力
拖着重伤的身躯爬到敌人的地堡前一跃而起的。黄继光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从14日到20日，志愿军第十五军第45师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歼敌7000余人。从14日至20日，连续7个昼夜，我在道德洞没有睡过一秒钟，守在电话机旁，神经高度紧张。一会儿前面报来情况，好，上去了，夺回来了，心中自然一喜。一会儿又来情况，阵地又被敌人夺走了，心情就很沉重。克拉克承认，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10月21日，第十五军接到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打来的电话。目前敌人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紧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根据邓华指示，第十五军立即命令第45师坚守坑道作战，争取时间为最终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做反击准备。10月21日当晚，作战意图就传达到了上甘岭1号坑道中。坑道中有100多人，但一大半都是伤员，建制单位分属于16个不同的连队。你们这里谁是党员？以第134团八连连长李宝成为首，立刻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形成战斗核心。第134团八连连长李宝成是老兵，作战经验丰富，他知道美军前半夜很警惕，所以时不时朝坑道外扔空罐头盒子，引诱美军打枪。到了后半夜，李宝成赶到，美军已经放松了警惕。坚守坑道的志愿军先后组织班或战斗小组向坑道外出击158次，毙伤敌2000余人，夺回7处阵地。10月24日凌晨，秦基伟接到了志愿军第3兵团代司令员王进山的电话。在得知第45师伤亡情况后，王进山提出2个方案让秦基伟抉择，
一是打，二是撤。请首长放心，十五军只要还剩一个人，山岗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板门店谈判桌上的谈判双方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我们必须顶住，顶住就意味着胜利。尽管只在上甘岭上打了十二天，但这场战役却给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三营爱连连长乔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I wake up from nightmares every morning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but thank God I survived this hellish battle.美国空军不间断对我后方补给线路进行轰炸，切断了武胜山至上甘岭前沿阵地的所有运输通道，导致上甘岭坑道弹尽粮绝，滴水无存。为了解决坑道中物资供应困难的运输问题，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和第十五军组织力量进行火线运输。第十五军组织大批机关人员，第四十五师和第二十九师抽调部队突击运送物资。快点！火线运输员一波一波地派出去，为一袋萝卜或一壶水付出几个人的生命，在当时并不罕见。整个上甘岭作战期间，第十五军仅运输人员伤亡就达到1716人，占了战役全部伤亡人数的15%。李宝成清晰地记得，他和八连的战士是在忍饥挨饿坚守到第九天的时候，才闻到了萝卜的清香。最烦恼最沉闷的是，进坑道十来天了，大部队一点反击的动静都没有，日子真是难过呀。我那会儿心里确实老犯嘀咕，后面的人都干什么呢？坑道中的李宝成并不知道狂怒的时刻即将来临。从1952年10月23日开始，在中国国内的报纸上开始整版报道上甘岭战役。从这时起，全中国都开始关注上甘岭那两个烧焦打烂的高地。为了准备决定性反击，第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进山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将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调往武胜山地区，
作为战役预备队，以第十五军第二十九师接替第四十五师除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以外的全部防务，又将炮兵一个营、四个连、高射炮兵一个团加强第十五军，给第四十五师补充1200名新兵。为保证上甘岭作战，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按每门炮300到500发的供给标准，为第十五军的这次大反击囤积了110,000发炮弹。军后勤部将四个汽车连全部投入到上甘岭方向，将这些物资昼夜抢运上了武胜山。10月30日21点，第十五军炮群集中104门大口径火炮，猛轰联合国军在上甘岭597.9高地表面阵地构筑的地堡和防御设施及敌军的炮兵阵地。兄弟们，冲！25分钟后，坚守一号坑道的八连率先冲出坑道，如下山猛虎，一个冲锋就拿下了597.9高地一号阵地。11月1日，联合国军以100架次飞机、300余门大炮连续轰击志愿军阵地。当日发射炮弹120,000发。9时半，联合国军五个营的兵力发起攻击，一度突入志愿军阵地。但在志愿军反冲锋下，很快败下阵去。入夜，志愿军第十五军调整部署，将苦战19天的第四十五师、第135团、第134团撤出战斗整补，以第十二军第91团、第86团投入战斗。11月2日天刚亮，联合国军持续4小时发射炮弹150,000发以上。并出动飞机100余架次，轰炸扫射志愿军阵地。美步兵第7师师长韦恩·史密斯亲自指挥联合国军向597.9高地扑来。一天激战，志愿军第十二军第31师、第91团和第86团一个连，打退联合国军对597.9高地攻击40多次，以伤亡190余人的代价，歼敌1500余人。第91团八连只剩下2名战士：朱有光、王万成。两人都是到我们连刚满1年的四川安岳县新兵。王万成只有19岁，长得黑黝黝的，肩宽腰粗，壮实得很。朱有光也刚20岁，面色白里透红，嘴唇厚厚的，人很害羞，
一说话脸先红。走啊！越是困难的时候，决心越是要硬。长大到一定火候，往往就是拼意志、拼决心、拼指挥员的坚韧精神。朝鲜战场上又一个难忘的片段，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五连战士胡修道，在全班战友都伤亡的情况下，孤身奋战，坚守阵地，打退敌四十一次冲锋，毙伤敌280余人。战后，胡修道荣立特等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11月5日15点，联合国军终于偃旗息鼓，停止了进攻。这是个宁静的战地黄昏，多年后还有战士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吃的是包子，油汪汪的肉馅儿。11月5日，志愿军第三兵团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坚决战斗下去的指示，决定将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所属三个团全部投入作战，第三十四师两个团为预备队，为便于指挥，决定组成由第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统一指挥的武胜山战斗指挥所，由炮兵第七师组成炮兵指挥所。这两个指挥所归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第十五军除炮兵、通信、后勤保障部队以外，撤出休整。至此，第十二军部队全面接手上甘岭战区防务。第二天，美第八集团军新闻发布官宣布了联合国军在三角形山战败的消息。同一天，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德志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坚决与联合国军争夺下去的决心和第三兵团接下来的部署。11月7日，毛泽东拟稿以中央军委名义回电，指出你们对加强第十五军作战地区之决心和部署是正确的，此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的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11日16时25分，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二团以两个连，在110余门火炮支援下，分两路发起冲击，激战至17时，夺回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激战至11月25日，击退南朝鲜军多次进攻，歼敌1400余人，巩固了597.9高地，恢复巩固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
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从10月14日至11月25日，联合国军在上甘岭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先后投入3个多师、6万余人、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发射炮弹190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志愿军第15、第12军利用坑道为骨干防御阵地，打退敌人670余次进攻，共歼敌2.5万余人，志愿军伤亡1.15万余人，其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38位。在作战中，上甘岭山头被炮弹、炸弹削低2米，石土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但志愿军将士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那里。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使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而联合国军对在正面战场取得胜利完全失去了信心。美军从此再也没有发动营以上的大规模进攻，朝鲜半岛战局稳定在了38度纬线上。这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如何气势如虹，向着最终的胜利挺进？交枪不杀！敬请收看《热的血：伟大的抗美援朝》第6集《金城大捷》。